天啊 ，YT 到底还能不能做啊？最近有好几个 YouTuber 他们都收到警告，甚至频道整个炸掉，而且没有三封信，直接不见。说好的先警告，再申诉，然后再砍频道呢？怎么那么绝呢？我的观察，之前有所谓的艾尔莎们，用一些可爱的图片吸引小朋友的图画的风格，可是其实里面的内容非常猎奇，非常成人，非常恐怖，会影响小朋友的身心。所以那时候 ，YT 也要使出相对应的政策 ，YouTube 的属性就刚好跌到了，因为现在 YouTube 的那个图片的人形的作画，它其实就是偏动画化。他有可能被认为是，这个是要给那个小朋友看的，先给你定义了，贴标签了。好，那你是小朋友看的，那你现在怎么出现的色情 ？ASMR 啊，讲一些成人的恋爱，甚至发出一些声音，还有洗澡台，直接一刀都给你轰下去了。当然有朋友说，没收卖水啊，不爽别做啊，台湾 YT 就离开啊。问得很好，虽然很像我喜欢，确实啊，那么糟糕的环境，为什么大家做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那我们吃一下拆口的肉粽。我打开了，我这个，有点闪，这个打开一个粽叶箱，拆开之后。香菇，这五花肉，香菇，虾米哦，哇，干贝，各位朋友，还有乌鱼子啊！天哪，这个料真的太多了。好，我立刻来吃这个肉粽。我们先吃这个肉粽的那个米，很明显的北部粽。三滴油饭啊，还是哦，这个五花肉，我们挑的不错，它这个是那种瘦瘦的，蛮好劲的。乌鱼子哦，这个肉松成本真的高，现在出来混那个里面没有加点那个龙虾鲍鱼什么的，感觉好像都不能竞争了。来，香气非常强烈，一粒一粒的鱼卵整个爆开，强烈的酒味、鱼卵味，哦，那贵的有价值的，干贝啊，我们试试看，浓郁，越嚼越有劲，那个干味整个出来。然后这个香菇，我能说不挑食的人真的幸福，吃香菇啊！哦，就是要吃它香气。这个一颗卖到300块，真的是，这个不意外。而这个减重，你打开来看，哇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夏天有没有？冰冰透透的，整个拿起来，怎么冰冰滑滑的这个下那个消暑的感觉整起来。好，蘸上这个甜汁，冰冰 QQ， 减重本身的味道是很淡的，没什么味道。吃起来就跟荤锅一样，再加上那个甜汁，有这种华春冰糖，就像在吃一道，冰点哇，冰冰爽爽的减重，人生极乐啊，有没有这个柴可其实相当用心，相当的认真做频道。
甚至还有这种包粽子，然后那个送给观众的活动。但是他不太懂 YT 的机制，他想说那个会员给钱了，会员给赞助了，那我应该给回馈嘛，让大家满足一下内心的幻想，所以他就围了一个社团，然后贴在会员频道，然后频道就爆炸了。然后有朋友问说：“哎，这样子 YT 这么恐怖啊，到底还能不能做啊？到底还能不能适应啊？”其实答案是可以的啦。为什么？我们讲个最简单的见证，那是多元。有没有朋友知道，多元的 B 站的人那大量来台？这个很久没回家吃饭，这个被老爸赶出去之后，这个鱼好吃。那为什么 B 站人要来？他们那些主播啊，都是千万百万，然后那个流量非常高，观众非常多，应该混得很好啊。这个千万订阅连 RD 都没有为什么来？因为他的商业模式不成熟，导致你就算是百万主播主，千万直播主，一样没业配，一样没广告，一样没办法赚钱，因为流量变现做得不好，所以就只能那个突然不爱国，突然自卫上网，翻墙过来用美丽的 YT 赚钱，而其他平台说突起的、什么绿色学校啦、蓝色学校啊，都有问题啊。他们的广告投放其实都是做得很烂。我是多平台经营的，你相同的流量在 YT 赚钱是更多的。而且更容易推出去，让你的目标客群看到。因为 YT 最厉害什么？就是演算法。你今天做游戏，游戏人看到；你做旅游的，旅游人看到。你可以精准达到你们的目标客群。啊，厂商当然就是高兴嘛。厂商就是觉得，你的影片流量一样是10000呐，可是你的10000就是会给准确的客群看到。可是其他平台就做不到，你的流量变现就非常糟啊。他这么严格，就是因为他有底气。他有广告商，有广告商啊，做才会赚钱。所以这个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YT 虽然最严 ，YT 虽然最可恶，但还是要做 YT。哦，猪笋排骨汤，不得不说这个啊，人与人相处真的要距离啊。以前在家里吃东西，你知道那个大家不欢迎你。看你吃东西就觉得你很厌烦，你很讨厌，就说你那个吃相太难看，然后偶尔会啊来吃东西，哎我那个鱼啊肉啊菜都出来了，所以那个要是有家庭问题的朋友，相信我，搬出去就对了。这个蔡可啊，虽然频道不在了，可是频道的本体是什么？频道本体是你的观众。一一通知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他们都回来，因为蔡可是靠实力的，他是稳扎稳打，一个一个观众吸进来的。所以失去了，我们就把他找回来就好。谢谢大家的收看呐、这个小蔡可说真的，人漂亮，心地善良，有智慧又性感，这么优质的主播。可以说是那个 YT 界宝，所以我们要支持他，鼓励他。喜欢小蔡可的朋友，订阅蔡可，让蔡可重新找回信心，给我们更多的福利。